但是越多咱们天使越划算。哎呦，还有个干股啊，又成小丑了是吧？啊，开无敌被天使给资助啊，来接受天使的制裁吧！操，被他妈狗分是栽种狼狗僵尸，这把我成小丑真的是 ，what the fuck！ 哇，吓我真的是，还有个臭嘟嘟帮我当挡截人啊，帮被抓的就是我了。好，咱们稳得住，稳得住啊！再等一波天使的充能。哎呀，有个蓝狗僵尸，他的雾马上就没有了。来，接受天使的制裁吧 ，Triple Kill， 不亏。还有个小半边，他们一炮带子，我操啊！白皮的机炮居然杀人了，兄弟们，哎，牛逼！啊，别急，咱们等下一波天使的充能。嗯，被奶奶拉过去了啊！后方一坨僵尸来接受天使的制裁。哇，他妈又被狗分了 ！Yurusanai， 可不可以给 S headshot double triple 个 multi kill 啊？再中了，你是不是天天给我的分是吧？啊，给我的分是吧？你小子啊，好就不扔天使，我就不扔天使啊！你一分都狗不到，气不气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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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你雾没之后来接受天使的，哇操，被吃酱给炸死了！你干嘛？哎呦，你还我的天使呀！再中吃酱，哎，这把巨他妈难受，兄弟们，巨他妈的难受啊！天使被狗分就不说了啊，还他妈被炸死，真的是啊，去死吧！你看，我操，这能抓空？那个车嘟嘟哪里跑？哎哎，被奶奶拉了，奶奶拉奶奶，然后被我抓掉，傻了吧唧的。没有我的天使之后啊，后方不堪一击啊，所以我才是人类的定海神针，简称丁针啊。啊，咱们来狗一波分，哎，加四分，加五分，加六分。那么加七分，哎，七分到手，不亏。看看这把的运气如何啊？小深渊叫蓝种菜啊，传奇之齿啊，哎，对吧？这不是传奇之齿吗？哎，我虽然说过啊，这个暑期的传奇才是真传奇啊，但是不包括2019年的种菜啊，种菜它就是个垃圾啊，铁垃圾。我都有点好奇今年的传奇是什么武器啊，对吧？哎，应该要出一把副武器，然后超越白洞和黑洞啊。哎呀，原地格挡真的是傻了吧唧的憨憨声，你看我砍不死你，砍不死你，戳死他。这样的话，咱们需要捡箱子，需要富贵线，咱们去他妈拉个天剑先。嗯，蓝魂妹居然是兔神啊！我才不要你的兔神呢，哼，我最讨厌蓝魂妹了。这咱们要靠自己的实力啊！哎，捡箱子捡到传奇武器，好吧？哎，拒绝 PY， 从我做起。一定要富贵险中求，哎，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他妈的被捡了，真是栽种。好，咱们来看一波，我操 ，nice， 我的，来出天使，出他妈答辩，真的是操了，这个说好的不一样呀，啊，白仙子不应该是单出天使，单出畜神的吗？我靠，怎么全是答辩呢？全是国服四件套啊！这波血亏妈蛋啊，仲裁给我搞没了。他再怎么拉胯的话，毕竟也是把传奇武器。哎呀，箱子的位置恰到，怎么全都是答辩呀？这个红箱子里面真的是啊，白箱子是答辩，红箱子还是答辩啊？好，别急，咱们这波一定要富贵险中求啊！我就不信这把咱们拿不到好武器是吧？啊，三龙奶奶去死吧你啊！来。首先呢还有飞梦姐 ，nice， 地雷加天驱啊，什么叫老飞行员？来踩我的地雷啊，我很随和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踩到我的地雷，我很难搞哦。boom 的炸死他，炸了个啥呀？我操！哎他妈炸一个真的是，哎呀！这把的地雷啊，纯属打工仔，真的是炸他妈那么慢啊！人都早就被兔人给抢完了。不过咱们这把是个老飞行员的话，我操，相信点多，我们还是先润啊！我还有个十字弩，真的是啊，我也是个十字弩仔种啊，不过是个小弩啊，相对不太行啊。咱们从这个中部去突破一波，哎，只要咱们有天驱，我就是一个老飞行员来起飞。What the fuck？ 正这么准？老飞行员坠机的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这把他妈像小丑一样啊！捡那么多箱子啊，全都是答辩，哎呀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，还不如开局接受蓝魂妹的 PY 呢。哎，真的是，后知后觉便可少走一整局的弯路啊，还变个邓紫棋，真的是屁用没有的僵尸啊，对吧？一堆自瞄武器啊，你 KZ 玩家的话就是个小丑啊，小丑 KZ 玩家啊。在我四面武器面前不堪一击。
哦，居然还炸死，真是太牛逼了，这个僵尸啊！这样我说的啊，你在我的吕布、天使、兔神、虎神也好啊，你也只有一千滴血，该臭还得臭啊！哎呀，可见这个僵尸还是太强了一点，对吧？僵尸太强了啊！那个虎神的话约签了，不知道在哪哦。才杀两个吗？这一把兄弟们太他妈小丑了吧！哎呀，这把话是虎玩家圣剑啊，一八年的二件套啊，还算可以吧。哎呀，这个圣剑的话，在生化三里面也是一头答辩啊，一头答辩啊，根本盾不死僵尸的啊，让血越扣越少，到后面三百滴血的话，吃上一炸就死。啊，咱们先拉盾啊，防止被跟抓，不过貌似也没人过来。丢什么垃圾狗认识你个崽种啊！这样的话咱们还是需要富贵险中求，看看这个箱子的位置能否恰到好处啊！这他妈一千天那边刷的话不用去捡了，捡不到的。这个箱子的话也捡不到啊，捡不到。趁僵尸还没抓起来，咱们赶紧捡箱子发育啊！到后面僵尸变多之后啊，就没机会捡箱子啊。或捡箱的话九死一生啊，全都是答辩答辩答辩，必须加五双的啊。还有一个恶魔兄弟啊，来弹开。放哪儿去这个箱子啊？好，复活男妈妈啊，咱们这个狙的话基本打不中人，基本打不中人的事，所以说咱们直接放弃啊，直接放弃啊，对吧？虎王狗都不玩啊，狗都不玩虎王啊。好，来来来，箱子箱子箱子，哎，他妈又被捡，真的是。咱们先苟一下苟一下啊，大部分人类已经回后方了啊，这边的话只剩我和一个臭嘟嘟啊，只要刷箱子那必然是我的，我们坐等箱子降临到我身边。哎呀，来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我的我的我的 nice， 超兽加一刃还算可以啊，可以玩啊，这个不能捡了啊，咱们开飞奔跑回人堆里面啊，来咱们打一波这个异刃的这个组合技啊，来传送门开启，哦哦 thank you sir， 哎呀这一把不用再努力了兄弟们，对吧，早点 PY 早点享受游戏啊，这个少走那么一整局的弯路，对吧，哎，这个人啊还是要学会惜修者为俊杰。
不挺非常讨厌的、啊、所以没办法。那咱们换个臭泰丽莎、啊、看这把能不能买到地雷啊，对吧，三颗地雷啊，这是三波刷屏。地雷的话这把三里面是必刷屏的，除了玄葵和那个干骨以外啊，任何僵尸哪怕是大肥都得死啊。哎，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我的啊，臭蓝魂妹还给我捡箱子，我最讨厌蓝魂妹了，我最喜欢欺负蓝魂妹了。咱们这个飞奔真的是血亏知道吧，飞奔换了个大变红仙子，我真的是，哎，咱们这把无双也没了。不过咱们这一个超能 NONO 的话还算可以啊。哦，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我的超兽加圣剑加 Scar Fuck You Laser Man， 是不是不太行了？那还是把这个超能 NONO 给它换回来，来来，弹开啊，想过来抓我门的没有？嗯。好，来弹开啊！这个圣剑的话也是不太行，我操，坚持好多，坚持好多啊！我们先润回人群。怎么到处都是僵尸啊？这把！哎呀，这无人机啊，四 Q 炸不死的坤坤真的是太逊了。好，咱们离主人再远一点，离主人再远一点。
有惊无险啊，穷追不舍是吧你小子啊，是个布特纳没事，这样的话就我一个人，箱子都是我的我的我的，咱们先开个 BB 来弹开 headshot。 好，咱们再弹一波加波 Q， nice， 地雷到手，三颗地雷继续波刷屏啊，过来啊，过来踩我的地雷吧，哎呀蓝狗僵尸炸不死你， boom， 加波 Q， 我们再放一颗，哎呀蔡林小班，哎呀德珠宝准备起飞， boom 的炸死，又是一波 double kill， 不亏啊，咱们再放一个啊，过来个恶魔兄弟，哎呀准备起飞，再次炸完，好，咱们准备捡这个箱子啊，来击退啊，来别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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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打遍我真的是操了，哎 let's vanish， 哎这就是我逃跑的路线啊，憨憨吃人是傻了吧唧的走了拜拜，哎呀红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来了老弟，红箱子红箱子红箱子，天使倒是，哇操，哇他妈干提的天使呀，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呀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过来的，真是啊，栽种坤坤预判了我的预判，我啊我的妈干体的天使加红种菜呀，不过人类这把已经抓完了，真的是哎，血亏啊，真的是血亏啊，这把